兄弟们，我决定了，新疆不去了，去出发涝州岛。啊，去赶海、捕鱼、挖青线、挖圆洲线、钓鱼。新疆太冷了，不去了，老铁们啊，出发往回走了，直奔镇江。你们同不同意啊？同意的扣个一。涝州岛，广东镇江。小跟班现在没在呢，没在岛上呢。都同意我去啊？对，南洼县、珍宝县啊。我想去哪，关你们屁事？肯定关你，跟你没有关系啊。我去哪儿跟你都没有关系啊。树哥也扣一啊。上岸咬人呢。到时候我去岛上呢，给直播间的大哥大姐啊都寄螃蟹啊。寄海鱼，你们想吃什么？嗯。就跟我说一声，好不好？过年的时候让你们桌子上面全是海鲜，八皮鱼、多宝鱼，啊，东风螺、纳螺、鲍鱼、金鲳鱼，能搞到海鲜吗？我买呀，我打 PK 镇园子的买呀。买了再送给大哥不行吗？人是活的呀，你非得自己去抓呀。每人寄十只大青蟹，野生的，十只圆轴蟹包粥，吃不完喂狗。兄弟。好不好，兄弟们？我给你们寄海鲜，你们如果吃不完就喂狗。那么现在来了，问题就来了，老铁们啊！现在我出发了，缺点启动资金，大哥大姐们啊，一人支持一下。有墨镜的就上墨镜，有气球的上气球，有跑车的上跑车。这样吧，咱们开个任务。凑齐十个跑车，今天出发涝州岛。咱们开个任务，到今天12点以前有效。只要凑齐十个跑车，立马出发涝州岛。新疆不去了。华子可以吗？华子也行，嗯，只要你上个华子，现在立刻马上出发，我先到国泰桥向哥家，啊，登门拜访，好不好？然后再一路南下，直达广东。开着直播去你家，啊，买上礼品。登门拜访我相哥，你在上海，我就去上海嘛，啊！只要你上华子，我现在立刻出发上海，先到上海，啊，再到广东。说到做到，苍天在上，后头为镇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啊！兄弟们，直播间兄弟们都快乐啊，都过一个开开心心的中秋节啊！有没有大哥？真的吗？肯定是真的呀，我都发誓了呀。苍天在上，后土一阵呐、啊。我不找到，我不到向上海，向我向哥登门拜访的话，
啊，从此以后退网。就看你相不相信我啊。视频怎么发我都已经想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缺牙，一人一车骑行新疆。现在我不去新疆了，新疆太冷，又有熊又有狼的。啊，直播间有一个大哥叫国代言相哥，给我支持那个华子。我现在出发上海，大哥在上海，我要出发上海去登门拜访。啊，喜欢的大哥大姐们给我点个关注，点个赞啊！现在立刻出发。看视频都已经想好怎么拍了。玩不玩，相哥？直播间61个大哥大姐坐镇啊！哎呀，你不管我够不够油钱啊？咱们玩的就是个真实，不够我在路上自己凑啊，自己打 PK 阵。相哥，能玩吗，相哥？我这是油车啊，加油的。香哥，说句话呀，能玩就玩，不能玩就不能玩，咱们又是不是，你就说句话。大哥充值去了。东林，不好意思啊，你老是在这里胡搅蛮缠，我想请你出去啊。3个大洋，就是能玩咱就玩，不能玩咱们就不玩。相哥，你也35级呢，应该有这个实力啊，就看你想不想玩啊。又是老乡，又级别那么高啊，能不能玩？能玩，现在我们就出发了，我去拿快递，直接导航上海。看一下上海有多远啊？上海哪个地方呀？感谢春妮姐的灯牌，春妮姐，中秋节快乐。香港，你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啊？大概位置，不要说具体位置。啊，也行啊，也行啊，叮当一半也行啊。香港，我现在立马回关你，啊，咱们加个联系方式，长鑫是吧？哈，长鑫，啊，上海长鑫啊。长心，长心岛是不是？是不是长心岛，老铁？哦，OK。线上有无法避开的进行路段，请合理安排出行，避免违章，请戴好头盔。前往上海市，全程4517公里，也不远嘛，需要3天1小时54分，才4578公里，3:28到达，共有33个服务区，才4000多公里。地图持续为您导航。香哥玩不玩？玩的话，我立马回关你，叮当一半也行啊。就是1.5K，立刻马上出发，咱们把节目搞起来啊！我要去上海了，兄弟们，玩什么呀？我老乡给我来个华子，让我去上海，他不让我去新疆了，新疆太危险了，天气又恶劣，又有狼又有熊，野生动物的。大哥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，
让我一路向南，不要向西啊。相哥玩不玩？相哥说句话呀，叮当一半就可以啊。相哥你说句话呀，你怎么又不说话了呀？